老人些养生房。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喝酒对于肝脏健康不利，但是呢，其他很多的行为如果没有及时改掉，可能带来的影响比喝酒还要重。那么早上起床有哪些行为可能比喝酒带来的伤害更加明显呢？第一是晨起憋尿，肝脏也会因此受损，因为在早上起床之后，身体的毒素会在大小便内堆积，如果不及时排出体外的话，就会导致毒素在体内留滞。那要知道啊，肝脏是人体毒素的代谢器官，如果长期憋尿和攒毒素，就会加重肝脏的排毒负担，从而呢导致肝脏中毒。另外呀，憋尿在压迫膀胱的同时呀，交感神经也处在兴奋状态下，但是肝脏的行动能力却因此下降了。第二是不吃早餐，不吃早饭的情况下，胃酸依然会分泌出来，除了对胃部产生刺激之外，胆汁分泌也会受到影响。另外呀，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供给，可能会导致肝糖原的合成受到阻碍，肝脏健康就可能会受到损伤，胰岛功能也会下降明显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。